吧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厨啊。那么今天来给大家做我们广西一道非常有特色的手撕老友粉啊，这道手撕。给它一起剁一下，适量的泡椒跟野山椒把它剁碎，喜欢吃更辣的话可以多放点啊。番茄要半个得了，去掉皮，把它切成番茄粒吧。好，放一起，把刀洗干净，切点小葱香菜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下一步开始制作。当然，这个酸笋是用不完的啊。首先呢，把这个酸笋烫干十分，开中小火把它慢慢烫干啊。这个过程大概要4到5分钟，这样子会比较香。看到没有？现在它完全勒了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来倒出，锅热下油，把配料放下去。好香啊！来一半酸笋。炒香啊，炒香，把猪肝粉肠放下去，这是加量了啊。前面又忘记录了，现在来补充一下，这个猪肝粉肠炒到50分熟以后就下开水啊，下开水或者是高汤，不能下冷水啊，下冷水煮的时间太长，然后猪肝粉肠就会变老。现在水开，开始调味啊，加生抽，哦，给2勺盐啊，把青菜放下去，试一下味道。盐还差一点，再给1勺半，最开把米粉放下去，哇，太多了，放下去煮10秒钟就可以了，不能煮久，煮久都没了啊，这粉。好，可以了，哇，喜欢更香辣的话，可以加点红油下去，用性感的小葱点缀一下。好，老友粉做好了，开始。哇，满满一大盆，哇，好香啊，非常够味。